IT 全播报，新情酷炫早知道。京士顿进军企业级别的 SSD， 封上了最新的包括 DC5002 和 DC5001M 两个序列的 Data Center 500系列固态硬盘，分别专注于读取密集型和混合负载应用。DC5002 和 DC5001M 分别支持每天0.5次和1.3次全盘写入，并且提供5年质保。京士顿 DC500 系列是标准的2.5英寸规格 SATA SSD， 可以整合支持端到端的数据路径保护、砍电容掉电保护、一致性 QoS 和可预测延迟、企业级 Smart 工具、静态和动态损耗均衡等，能满足企业24小时前天后运行的需求。主控是群联 PS3112S12， 闪存则是 Inter 64层堆叠 3D TLC， 容量为480GB、960GB、1.92GB、3.84TB 四个规格。性能方面，持续读写一律555兆每秒，持续写入520至525兆每秒，随机读取都是98000 IOPS。闪存本身的编程擦写循环次数达到5000次，是普通 TLC 闪存的5倍，这寿命自然是普通消费级 SSD 所不能比拟的。 DC5002 已经开始发货， DC5001M 下周开始供应，而最顶级的 3.84TB 要到第二季度末才会出现呢。